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我认真觉得我不应该在厨房工作，因为在厨房工作的话呢，就会看到很多很美味的甜点，然后就忍不住想要吃。现在呢，我们食神放的是巧克力口味的铜锣烧，然后那边还有草莓口味的，不得了，是这边啊，还有这个布朗尼啊，哦，这个布朗尼超级好吃，热腾腾的话，无敌美味，这整盘我吃完都不是什么问题，好吧，算了。既来者则安之，努力忍耐了。